耶、yeah~、好，恰恰大家好，今天是个谁是为了夸张成名吗？我帮恰恰说一下，因为恰恰现在感冒，所以他讲话必须要压低声音，反而很像在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声音感觉哈。今天呢，他比较辛苦一点，要用力一点讲话。好，今天我非常开心看到两位球星来到现场，所以呢，我马上进行第一阶段的活动。我们刚刚现场搜集了很多球迷朋友要问两位的这个问题哦，哈，会紧张吗？真的吗？我还好。哦，还比较紧张。恰恰比较紧张哈。他很紧张。我帮他们来，因为他这边不讲话，都好。哦，所以今天很难得听到三分话比较多一点。有最怕问被问到什么问题吗？那明年。说好不谈。好，那峰哥呢？有吗？有怕被问到什么问题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他没有在怕，就像球来就打一样。没有。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箱子里面已经收集好刚刚各位的问题了。我们现在进行第一关的活动，就是有问必答。今天很难得冲下来。第一个冲下来的问题是，啊、哦，哇塞，他真的很好。他说没有问题，只有感谢。他说峰哥，谢谢你，台湾棒球有您真好。谢谢谢谢，举手。我让你起来对峰哥看一下。抽出十个问题哦，好的，嗨，恰恰，请问可以和你拥抱吗？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是可以的，你，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。要我帮你打吗？可以。那他这样子，他们两个拥抱一下，是不是？他们两个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开放球迷拥抱，非常的不好意思。但是你等一下有机会上台来跟这个两位球星玩游戏，好吧？只要你的宾果卡有中的话，这个球迷是谁？张杰宇在哪里？哇，很大方来举手，好吧？你等一下玩游戏就有办法上来，可以打球话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再来看一下，峰哥已经想好退休后要做什么？对，那我念完之后，不好意思，我看到他下面写这句说，这句可以不用念出来。对不起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写在前面？我都念完了，那你愿意讲吗？我愿意做什么？对，你想要怎么规划的？规划，目前就把今年赛的事情做好，那做完以后三月份之后再来做决定。哦，好，先把今年赛的事情做好，谢谢，我把你收起来。接下来再继续看一下这个问题是，我这不是故意，但我又抽到峰哥的问题，但这是一样的问题耶，我可能跳过好吧，因为跟上一个问题是一样，是退休之后最想做什么？来来来，我再抽一个，这是一样的，对。好的，恰恰。再打五年好不好？陪我们一辈子好不好？是他的问题，真的，我给你看，回应一下啦，好了，应该是跟球迷讲讲话。刚刚陈金峰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退休，尽量，那我觉得做好自己的工作，然后。留下美好的一生就好，谢谢。哇，我们掌声给恰恰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好，那接下来下一题呢，要问一下的是，好，我们抽出来，请问一下，可以进去谢西巴鲁，我知道是解决投毒问题，你要推荐给哪一个队友吗？峰哥先讲。我会应该推荐给石好吧，因为他是毒手，因为蹲了一整场。是。的话，因为他比较辛苦，那最近我们把握他的手法，合力眼睛去学习的话，然后呢，速度很轻松。好，那他有这方面的问题吗？头皮上的问题？我没有注意研究。没有注意。好，推荐给队友。那恰恰呢？恰恰。我会推荐给陈江南。哎，昂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头发看起来发量最多，非常最多。哎，发量最多反
些两位球星的推荐呢、啊、给他们的队友。接下来我又抽出一位，他说想问峰哥，在隐退赛那一天呢，你搭车子绕场绕球场的时候，请问你心里在想什么？当时心里哦，他拍得太慢了，请叫他开快一点，他说不行，要开十分钟，是站得很久。所以你真的跟人家说开快一点？对啊，我说他开不很慢，我说你可以开快一点，他说不行，还是要慢慢开。原来是在想这个，因为要站很久，因为大家想要看久一点啊，希望可以一直看到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一位呢，又是要问峰哥，他在问，其实有一点点类似，可是他想问的是心情，你现在的心情，退休之后的心情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我都一直保持很平稳，这样没有什么起伏的，因为我觉得下了决定以后就不会有心情上的问题。那现在很开心的当一个观众，看彭志明打球，打不好可以骂他。哦，很好。而且刚刚两位其实在那个后面休息室的互动真的非常可爱，如果有机会等一下让你们跟他们一起自拍的话。最后再来看这个问题，他是要问哪位球员的，他说如果可以，您最想跟哪个教练同队，没有合作过的也没有关系，好，最想跟哪个教练同队。对，有吗有吗有吗？那我觉得同队啊，对，好的教练，他们就是会让我学习的地方，我觉得我是很好的人选啊。等到我更进步的教练呢，从他身上学习到的，我觉得都好。那接下来恰恰跟他一样，没有了，就对他退休了吧，退休成绩光。他因为他还在打，不好意思讲。哇，这个真的是 so sweet， 很希望未来。因为跟他当过队友，然后当教练，就是他跟我们在一起打主力，我觉得分配很不错。那我相信他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被学到。是，这个答案真的非常棒，下面的球客人都拼命在点头，也很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，对不对？一定非常的棒。好，那最后来请两位再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我们clear镜巨蟹西方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觉得交西法就是很重要，那吃东西用过的可以进去巨蟹西方以后，觉得头皮屑啊头皮啊是都觉得对自己哇，没有，我很惊讶的是说，原本我们是用一句话，但是非常难得可以听到峰哥讲好多话，很开心哦，这么开心，球拍拍，接下来换恰恰来。因为我老公比较有心，然后觉得喜欢之后会比较轻松，然后比较受用。好，那我觉得。让我跟你们一起看了，是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明显。哦，再次掌声给我们两位球星。好，希望第一阶段第一关的有问必答，峰恰两个人表现让大家都很开心了哈。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二阶段喽，接下来。